请禁止带上车。危险品品种繁多，简单来说，主要是指易燃、易爆和有毒物品，以及禁止旅客携带腰刀、藏刀、削刀等管制刀具进入车站时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没收。对已经带上车的，由乘警依法处理。 青藏联省区的大力支持下，铁道部门和青藏建设者大力支持下，铁道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，各参建单位和全体建设者认真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内区外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减少运输成本。
Thank you.